佛的这个三句话，随顺我教。为什么要随顺？现代人几乎听到这句话，看到这句文字，都会有这个疑问：我为什么要随顺？啊，当孝于佛，为什么要孝于佛？啊，常念师恩，师对我有什么恩？现在全是问题。整个世界都趋向商业化，老师对我没有恩呢？啊，老师教学我花了学费，这不是买卖呀？他是卖方，我是买方，有什么恩德？所以今天传统文化与佛陀教育的推行障碍就太大了啊。啊，随顺我教，释迦牟尼佛教的是什么？释迦牟尼佛所教的全是自信的流露啊，随顺佛陀的教诲是随顺信德，这话是真的吗？几个人能听懂？几个人能相信？啊，千真万确。可是现在人比古人对这一方面接受的能力差距非常之大，啊，基本的一个观念，中国人、印度人知道，啊，中国人基本的观念，人性本善。啊，过去孩童读的《三字经》，第一句话就是说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啊，人性本善呐！千万年前呢，我们的老祖宗肯定承认了啊，这一句话里头所含的深意就是人人都是圣人，人人都是贤人，